换蓝队进攻，对，吊篮下，哦，这一球进，邱宇冲，终于在5分55秒的时候呢，蓝队先抢上了一分，哎，不要给他拿球，加油 ，Kimi， 守好自己人，守好撞，哎，不要急啊。你不用贴太紧，没关系，手举起来就好了。对，一个手背距离就好，不用跟那么紧，没关系。来，现在是准备哦，准备哦，自由传球一次，让他多跑动就好了。把握，其实这次很好用哦，你看，喂，漂亮，芝芝，芝芝，真的是。哇，你看，是力杰哥一说，芝芝很好用，就紧了。走啊，动起来，动起来。跑开来，跑开！其实比利跟正义两个人呢，也很擅长篮球，加上他们的体力啊、跑动能力都很快，所以其实挺有优势的。给中间，进去。好，比利东转西转，轴心脚不能够动，还找不到人传。平米拿球，哇，全部挤在一团，眼睛尖的出手，杰米没有投进。比利抢到了篮下球，正义这个球也偏掉，比利又在另外一边，又进了球。速度快，抓狂而入，非常厉害。比利今天状态很棒，对，他几乎每一场比赛都会有一个让人惊艳的表现。走起来就好了，对，我们给蓝队2-1领先。橘子始终找不到机会，哇，到篮下后仰跳投，进了，终结者，攻下一分，2-2战成平手。位置，位置，继续，继续。哇，张外线，投进，张平湖。蓝队王轩到了地板上了，哎，防守，这个出手，张平湖，这球不算，不算，不算，防守位，这个球呢，张平湖啊不能够出手啊，因为呢防守球员距离他很近的状况，对，要有一个手臂的距离，对，所以这个球进不算。现在红队的球。哎，哨声响了，大大又被吹犯规，去防守方云的时候又被吹犯规。志志，悄悄跑进了，果然都是志志啊！平手，志志个人已经进两球了，剩下5秒，蓝队的进攻，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双方3-3平手，要进入到延长赛，黄金进球制。对，这也是谁先进谁先赢。对，谁进了之后压力就丢给对方。对，你要是没进，对方投进他就赢了。结束了，哎呦，要用抛的低手抛上去的方法吗？或者是双锋？但他的身高很高。全场第一个罚球也是蛮紧张的。哇！这个球过头了。这个哇，机会在比利身上了。在我们的运动心理学有一个东西叫觉醒，不能太高。对，觉醒太高就会过于兴奋，把它丢得太。没有错。那也不能太低，就是没有动机。对对对，所以你要比较很平抗。比利要用单手吗？他会不会又有令人惊艳的表现呢？比利这个球也弹出了。比利那个保龄球那个 strike 你知道吗？两队的第一棒都没有投进，其实这个合球，你看他2.5公尺比罚那个篮球的还要来得近，对，但其实他是困难的。小太阳孙奇君，进球，罚进，已经还是不错哦。再来就张廷虎，所以压力在张廷虎身上了，他没有罚进，蓝队就要输了。张廷虎。但张廷虎其实今天很多球都有进啊，对，对，其实还对张廷虎也挺有信心的。他很有运动神经、运动细胞。哇，结果短了，后进，红队，红队。太谨慎了，他真的太谨慎了。我刚刚讲的嘛，好像突然就觉醒的问题。嗯，对对对。
他觉醒太低，然后所以他没有办法把他丢出去，连我蓝光都没有摸到。鸡皮疙瘩哎，真的。蓝光都没有摸到，很可惜。列队，列队。走了走了，没事没事。比赛就这样，比赛就这样。还要拍，还好你喝酒来训练，真的太痛苦，而且还有罚球练，真的是罚球练很多，认真练罚球，以后迟到都练罚球，然后以后要罚，我要去跟那个迟到江的那个学姐说，对，對對你练我罚球练成功了，值得，最重要的，互相高手，真的，我觉得我辜负了大家的期待，姐姐对我的信任，然后队友对我的信任，所以把我排在第二个。我真的蛮难过，也蛮自责的。对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好。题目就是一个太紧张了，太紧张了，扔卡，手一丢下去，他同手同脚了，他可能进来，然后他的跳也受到大家很瞩目，所以我觉得以是他好朋友，我觉得这个失败会让他更有动力往前，会让他更坚强。